そう。寻遍了京城的蜜饯行，他们都没这种话梅啊！哎呀，那就找人试着做嘛。他们也说做不出来，单单摸索配方也需要十天半月。那就全来不及啦。只有纪晓岚会做这话梅，难道真要求他？求他？该求还得求。那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！皇上是个孝子，太后吃了话梅就能欢心，皇上就能高兴。我可不去。好，我去，我去。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？可我心里还是觉得窝囊。不过我去，我去。大人，您别这么急嘛。能不急吗？这都是那画眉催的。画眉？什么画眉？这都不懂画眉，倒霉催的，懂了吧？别跟着我了，站着，我自个儿进去。何大人，纪晓岚怎么样了？大人您放心，我们把他严严实实的，插翅也难飞。纪大人，纪大人，醒醒啊，醒醒。行，你真够狠的。算你狠！这行记的太无理了，小的叫你。别别别别！我可以等，我就在这等。那您等到天亮啊？天亮我也得等啊！你走吧，走啊你啊！哎，是是。醒了呀！哎呦，何大人您醒了呀！这我刚醒了。哎呀，何大人这么早您就来看我，来来来，快坐。我是来恭迎你。哎呦，何大人，哎呀，真是让纪某感动了。我昨天晚上琢磨了一宿啊，我是深刻的反省，《红楼梦》这部书，它还真就是一部幻书。哦，不不不，纪大人，我不是为此书而来，不是的，不是为书，不是不是不是。我觉得我藏了书，我看了书，我有罪，我罪孽深重，我现在在这坐牢，我应该在这把牢底给他坐穿了呀。别这么说，纪大人，这件事情还没有定论，没有定论吧？皇上都下旨了，怎么还没有定论呢？不是皇上他没看这本书吗？皇上的话可不容置疑呀，何大人。纪大人，咱当着明人不说暗话，看来此事早在你的预料之中啊。何大人这话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他不是昨晚上我看见了画眉。画眉？对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太后去泰山之前啊，我怕路途遥远，旅途劳累，我跟莫愁、小月为太后用中药制作了一种画眉，给她解除疲劳的。对，怎么了？太后不喜欢的？哦，不不不，恰恰相反，现而今太后已经离不开这种画眉了。这不，皇上命我两日之内把这种画眉送到泰安府。两日啊！两日啊！
那时间可够紧。就是啊，啊，纪大人，为了太后凤体康健啊，怕是为了何大人您的顶戴花翎吧？不不不，咱俩的，咱俩的嘛，咱俩的，咱俩的。那我得坐，就是现在就坐啊啊，在这儿就坐。不不不不不，当然不是，我已经备好马车，所以特意来恭迎纪大人的。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，来来来，现在就。哎，何大人，何大人。那本《红楼梦》，哎呀，什么《青楼梦》《红楼梦》的，画眉要紧，画眉，何大人要紧吧？不不不，那个太后要紧。嗯，哎呦，纪大人，请吧。哎，好，太后要紧。对对对对，来来来，慢着点，慢着点。哎，不不不，快着点，快着点。来来，